你们看到了，这是我今年参加过的最兴奋的一次发布会，即便是在线上参与，我也在屏幕后不断的欢呼啊！永迪的兄弟姐妹们啊，请你们起立，抬起你们的双手 ，Say yeah！ 没错，从2017年之后啊，阿迪达斯被压制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是终于可以把头伸出水面，然后深深的吸一口氧气了。那说重点。啊，昨天北京时间下午3点，柏林时间上午10点，在阿迪达斯总部发布了一款让所有的跑者都非常激动的产品 ：Adizero Adios Pro Evo One。那这双鞋绝对是颠覆行业，会重新定义行业标准的一款产品。那咱们先说 Evo One 最核心的性能表现呢，就是超级超级超级的轻啊 ，UK 8.5，也就是相当于4.25的鞋子啊，单只只有138克的鞋重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就如果是我的41码，那这个鞋子可能只有120多克，是目前阿迪达斯史上最轻的竞速跑鞋啊。它的鞋面呢是 lightweight upper， 是全新的超轻盈的一个网面的材料，具体的材料信息呢并没有透露。中底呢采用的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 Lightric Pro， 但它呢是经过了特殊调教的 Lightric Pro 的泡棉，采用了非压缩形成及其他的顶级工艺去制造的，不仅可以显著减轻重量，还可以提供强大的能量回馈。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叫 Forefoot Rocker， 首次后移了前掌上翘点。那经过阿迪达斯实验室的验证，将前掌上翘点后移至中底的 60% 的这个位置，可以提高向前的惯性和跑动的经济性。外底是和初代 Adios Pro 一样的采用了光头胎的设计，那目测橡胶很软，应该是全面的主攻抓地性啊。然后呢，它还去除了鞋垫，让脚呢可以更直接的感受泡棉带来的能量，鞋脚一体性呢也要更优啊。当然，以上这些所有的设计，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减重。那这双鞋的后跟厚度呢是39毫米，也是顶着田联的标准去走的。那前掌呢是33毫米，坡差6毫米。那上面是硬件配置和一些关键的参数。啊，虽然我还没有拿到这双鞋，但是呢，还是想浅聊两句啊。就为什么我如此的兴奋，是因为从2017年出现碳板跑鞋之后，马拉松竞速跑鞋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突破了，那一直都是在这个圈里在绕。40毫米厚的中底，单层碳板，超临界发泡，170克上下的鞋重，好像是已经达到了这类跑鞋的一个极限状态。但昨天发布的 Adios Pro Evo One 在这么多条件的限制之下，把鞋重减掉了30多克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在300克左右的鞋中减掉30多克，是在本已经处在极限状态的跑鞋之中再减掉了30多克。那举一个例子啊，就相当于现在有人把100米的世界纪录9秒58又提高了0.1秒，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一下子把行业的水准提高了很多。所以 Adios Pro Evo One 是会对未来整个行业产生影响的一双鞋啊。当然，它的影响力有多大，能否让行业快速的向这双鞋看齐，那绝对是要取决于10天后在柏林马拉松的巅峰对决。那去年在阿迪达斯主场，基普乔格穿着 Airfly Next 3二代以破纪录的2010.09完赛，同时斩获冠军。那今年阿迪达斯在柏林马的前10天发布了这款恐怖的 Adios Pro Evo One， 我从北京都可以闻到这刺鼻的火药味。阿迪达斯是在捍卫主场同时要战胜基普乔格，是新王登基还是旧王再创辉煌？那这场柏林马绝对是关键之战。我非常期待这双 Adios Pro Evo One 在柏林马的表现，我更加期待它能够引领行业，让碳板竞速跑鞋迈向更高的水平。那所有这些，我们就在10天之后的柏林马一见分晓。